陈生系嘛？我姓梁，好快搞掂。梁生，旁人觉得我坏，外人觉得我怪，自我却总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的海。陈生系嘛？我姓梁，好快搞掂。梁生，production 就好 free hand 俾我哋做，咁但系同其實要借呢個機會多謝所有同我一齊做呢啲音樂嘅所有音樂人啦，曲詞、編監、engineers、studios， 好多好多朋友，其實哇好多畫面即刻又係喺個腦度，咁就二十一張啦，你係哇咁多嘅原來。最犀利，我唔係好信啦，頭先七百幾億，七百五十億啊，成串流嘅 75 billion， yes， 75 billion， 咁呢啲就要多謝，多謝現場粉絲啊，同啲現場粉絲打個招呼先啦，今日好特別，因為平時記者會咧通常只有傳媒朋友，但今日我哋邀請咗好多你嘅粉絲嚟到現場啦，今天現場很多來自世界各地嘅粉絲來到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多謝你哋嚟啊，同埋辛苦曬你哋，係啦，真係好多謝你哋，好多謝你哋，我都唔識，係啦，好開心啊！你哋喺度，多謝曬，係有知音真係好緊要，你哋真係。熄火啊！新藝寶咧，我堅持好想簽，就係因為當年張國榮啦、王菲啦、Beyond 啦，都係呢個 label 嘅。啊，佢嘅第一個歌手簽呢個 label 嘅係許冠傑先生。咁係啊，係為佢而創作嘅，係當年寶麗金同埋新藝城一齊合作嘅，即係一個中西嘅合併嘅一個 label。
所以是 很有歷史性的，我覺得很好正，所以我很開心簽到你的 label。 咁當然我哋唱片業啊，或者全世界都經歷一些畢竟戲劇，咁而家就集中啲啦，變翻都係 Universal 嘅。咁其實都係我的 dream label， 因為我由細到大都是買所有，唔知點解入咗後先，咦？我原來買嗰啲唱片全部都是嗰啲歌手 Leon 啊、譚校長啊、譚詠麟啦、啊、張學友啦、啊、甚至一啲新人，當時譬如鄭嘉穎啦、關淑怡啦、李克勤啦、草蜢啦，全部其實都是同呢個 label 嘅。我根本上就是一個寶麗金環球 fans， 咁所以我好開心簽到呢個 label， 所以我哋合作落去。其實是好自然，我都估不到，原來 是最，因為新人的時候頭五年在華星，四年的英皇，跟住原來呢間公司是有咁耐，49年嚟嘅，係啊，28年添。咁因為簽我計簽約，簽約就2004年嚟開始，係啦，19年。Thank you guys， 下邊啲 ，thank you，thank Adam，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啊，呢個角色如果揾梁朝偉會點做咧？跟住你就話，不如揾佢啦。跟住我嚇，好，跟住就成咗呢件事。阿 Tony 係咯 ，Tony 好好嘅，即係佢，我問佢嘅時候，咁佢話，佢好爽快就答應。係啊，即係佢，我諗一諗嘅就喺個電話度，跟住就係佢即刻講嘅啦。我嚇。What？ 即係反而我即刻，你係咪要考慮清楚先？即本來管理員嘅角色咧，我係為咗張學友嘅，而佢係應承咗嘅。係啊，阿飛與阿基係咪好正？哇！喺我 M V 度出現阿飛與阿基咁但係，就係因為疫情咯。咁就佢就冇辦法參與咁咯。即係啲棋啊，好可能係啊，哇！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專程嚟到，真係多謝，好多謝。千克，哇！即係總之網上邊，執住頭，千克。要拎卡又要